medication. Next slide. The program looks like this. It's a total, as I mentioned, of $3.2 billion. There'll be $500 million for fundamental research and laboratory support, $1 billion for preclinical and clinical evaluation, $700 million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manufacturing.2021年6月17日9时22分，搭载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-112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，约573秒后，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，进入预定轨道，将聂海胜、刘伯明、汤洪波三名航天员顺利送入太空，成为中国空间站天河核心舱的首批入住人员。在神舟十二号飞行任务中实现了很多的创新，为满足航天员在轨驻留期间的应急救援需要，火箭系统进行了108项技术状态的更改，已经具备了8.5天和16天的应急发射能力。该型火箭增加了故障检测和逃逸系统，以确保航天员在发射过程中的安全。应急救援需求也对飞船系统提出了更高的标准，当船舰组合体在发射塔准备发射时，另一艘地面待命救援飞船也已经完成推进剂加注前准备，随时可启动后续发射工作程序，短时间即可发射入轨，将航天员接回地面。我们来看看航天员的工作安排。第一个任务，开展核心舱组合体的日常管理，包括天河核心舱在轨测试。第二个任务就是再生保障系统验证和航天员自身的健康管理。第三个任务是要开展空间科学试验和技术试验。第四个任务则是极具看点，航天员将在驻留期间在机械臂协助下完成舱外作业。中国飞天征程站在了新的起点上，载人航天工程也将迎来前所未有的高密度发射。按照空间站建造任务规划，今明两年共实施11次飞行任务，2022年完成空间站在轨建造，建成国家太空实验室之后，空间站将进入运营阶段。